如果喜欢就是让人变得卑微，变得绝望，那喜欢的意义何在呢？这样的你不想在一起，我也不是什么你后宫的一员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敢走出去一步，我就别想见你。星辰。你敢拒绝我？这样太恶心了。何过？韩哥。男人，别动你的小破刀，最近刚好有假期，我带你去。真是可笑，我对你的感情怎么看都像是个笑话。这话是吗？这样也不过如此。有多想我？说，没听，不再想。霍，你怎么了？好，没事，快上车吧。顾不住自己的人，还算男人吗？就喜欢你这一点，懂事。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菊儿，你说要送我生日礼物，我要什么都行，算数吗？什么？我说要你今天陪我。我的出场费1分钟8万，陪你这2个小时，你一辈子都付不起。你要实在需要，找根棍子。如果你开始，他就把最恶劣的一面展示出来。如果没有那些梦就完了。如果我不曾喜欢，可惜没有如果。这一天终于发生了。我和宋俊涵之间，终究还是要到头了。别说不想再看见我了，结束了，六年，真的结束了。菊儿，菊儿，菊儿，等一下。可恶，你怎么样？我不想你走。如果心能自由操控就好了，那样的话我会选择把心挖出来，不爱任何人。甚至提不起分毫力气，除了还是。